一、两、三，爱离医生三步，安尼才会呼救进路，买护老跑。袂用个，袂用个。总经理的安，对，总经理是伫咧办公室接个，而且还叫李静茹，李静茹的安全上重要，我袂当落跑，我袂当落跑。哎，这久拢还袂出来。你总算出来啊！你会惊吼？惊啦，咱紧来。啊，不过你要好好行路，我有搁较侪人甲你看。来。啊！你安那？宝宝，你甲我读。啊，宝宝，唔是伫你的巴肚内底，哪会甲你读？这叫做胎动。现在只嘛宝宝伫我的巴肚内底还袂出生，啊，不过已经做完了吧？大人呢？这大人呗，下一排是我姐姐。哦，嗯。哎，宝宝今晚应该是起床啊，伫咧运动。我刚会当蒙一个。蒙一届，你唔是惊？啊，我就感觉伊安尼读足好耍的。好啊。哦哦，伫咧读咧。嗯。哎，我阁会记今仔日是进入要做三甲的日子，遮尼久无看到小龙珠啊，唔知影进入敢会互我看？哦哦，搁读搁读，好好搁搁注意啦。我哪会伫读啊？哦，伊伫咧读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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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李夏，你凭什么坐在金牛边啊？够无眼不懂？黄冠中学送傻了，小海，你看到无？小海，叫我甲这尔亲密，无你实在偌久啊？卖差评，来。倒位。安啦，感觉心意想要闹跑是无？李静茹，我即马总算了解啊！当初你想怎死活拢要跟我离婚，原来你早就伫我背后偷窃啊嘛！你嘴巴较清气，而且咱已经离婚啦，我的代志你无权利管。谁讲我无权利啊？我是上水的爸爸，我还会记得你今日要做生囝，所以我专工来才陪你。结果你煞我看到，你甲你的客兄作为你感受上水的态度，我借问一下哦，你叫我要哪想啊？笑啊！人家笑得疼的。你笑疼，跟我笑疼。放开李静茹，妈妈对李静茹讲话这大声。我跟我囡仔的妈妈在讲话，你莫插嘴。闪啊！小海。喂。这摆是安怎？你伫我面头前关心别个查甫，你这款态度就是要向我还？哪有你这款的妈妈啊？我就讲啊，咱已经不是阿妈婆，你无资格管。我是上水的爸爸，我当然无资格。好啊，我无想要跟你玩。你讲你全家陪我生囝，我已经生囝结束啊，你会当走啊？生囝结束啊，无要紧，来我拔掉小妹死。我专工来遮，煞看到你甲别个查甫这尔亲密，一口气我吞袂落来。你做啥啦？对我来，你就知啦。你去哪？你去哪里玩啦？无，我有代志啦。我来跟你讲，阮病院做恐怖的歹人足侪，咱紧来走啦。这个查甫是头壳破起来哟。倒来。
你叫小海是无？我你写作人模人样啦，汉草嘛袂歹。谁知影一开嘴，我才知影，原来你的头壳有问题哦、喔。你才有问题嘞！我跟你讲啊，人甲人之间比的是品格，小海比你较高尚。你阁好意思讲？我离开你了后，你就感觉少无？只要查甫你都闲闲，经来经去，嘛是经着这班的啊。李志龙啊，你即马有心的，你真正这么欠查甫人哦？竟然敢跑啊！我想讲你讲我这么无水准，你就这么水准？少是我你的财产，收一万跟我做伙，结婚了后跟我一脚踢开，为一个我你的太子妃变成千金大小姐。你这上无水准的！李志龙，你唔通就是讲你有心，我都唔敢对你动手。我是替妈怕的，妈疼你疼三十年啊，结果你顶摆甲伊讲啥？无人替伊盘道，这款话你讲会出嘴？我甲阮妈安怎？轮袂到你来教死啦！对啦。我怕你是把家己的手用垃圾，像你这种连家己的妈妈都会伤害的人，根本就是笨手。我对你是有够失望。哈哈，歹势啦！就算讲你对我哥那失望哦，嘛是无路改变，我是上主的爸爸，这是事实。李信龙，你要较认命的啊！对，这事实我无法度改变。不过，除非我看到你改过自新，那无我绝对无可能让囡仔认你。我需要一个这么费力的爸爸。你敢想费力啊？你变成多狠心啊！你搞掂去啦！你这个动容的，呀！查甫人袂当骂查某人，嘛袂当拍查某人。李信龙，你敢问对这动容的，嘛无爱给我一次机会？就因为我已经不是王一龙，我已经不是我你的太子爷，对无？王冠中。这个世界有足多物件是用钱买袂着的，尤其是真心。小海单纯的真心，今摆你完全无法度比。你咧哭呢？啊，要安办？我无扎手巾啊，无扎卫生纸。那无我的衫借你穿，叫我今仔穿新衫，足清气的。袂啦，不要紧啦。我只是拄只想过激动，去当着太气，我休困一下就好。啊，不过你咧哭呢，讲真正休困一下就会好。你看笑话啊！拄只迄就是我真憨。我知，宝珍阿姨就是你的亲大家，你的真憨就是宝珍阿姨的后生，恁拢是一家人。以前是，今嘛不是啊？为什么？伊就伤过费力啊！甲所有爱伊的人拢伤害一届。我是替我的宝宝咧艰苦。伊本来有一个足优秀的爸爸，即马
你变到连我都袂认。你放心，我伫，我会保护你。莫哭，莫哭。你袂当安尼啦，因为我有心吼，你安尼，怕我。唔，歹势，我以后会注意。阿金啊。 我无咧甲你生气，小孩，其实我足感动的。你明明就足惊病，煞为着我啊来两届，尤其是今仔日，你阁替我加薪观众。因为宝珍阿姨讲爱好好保护你，所以欺负你的人，我拢要甲加死。 家里啊，好，我无代志，来啊。李进龙，我会好好啊保护你，保护你巴肚内底的囡仔，保护你每一个人。 你敢我挂住，煞只是一个欺负人住伫厝，倒一点命话，你敢骂到底是啥？点屁啊！你做遐尼侪伤害，妈的代志，你早就无资格叫伊骂。已经骂，敢是咧甲我求婚。虽然讲我袂当互你一个浪漫的婚礼，不过至少我想要互你一个真浪漫的求婚。我遮拄转来，还管你原来甲我讲看你送一卡只大卡来，我咧想讲你是买啥，买甲安尼好。这根本是金蛋的。 有一个龙一边。当然，我说你都答应，爱怎只良心，你要告阮，你要甲代志好所在养生村的钱。哎呀，OK，我等你困偌久啊？两天。这两天哦，公司拢有照你进前的计划在进行。不过一定过会拖着这种空，这个代志一定要赶紧处理。所以你即摆是答应讲，无甲伊合作啊？我无答应啊。 冲在床底下去找小春，准备即个，伊做出惊人的，去逮公会代志啊！今嘛是我人生中上幸福的时阵。恭喜啊！新婚快乐！你做人你叮叮头头的歹代志，你还阁唔忙讲你的婚礼会当圆满，你的家庭会美满，你根本都无资格。好了，莫搁吵，我会到警察局，搁大大讲。 相对看，永远对你好。